一年一度艺坛盛事 Art Basel 同埋 Art Central 开幕啦，艺廊活动同埋讲座散布城市，吸引本地同埋国际画廊参与，更加吸引咗唔少国际级嘅艺术家同埋藏家莅临。两个艺博都越嚟越多元化，艺术品早已经唔再系单调嘅平面，结合高科技嘅 VR 体验艺术，更加成为重点。你见到呢度咧嘅成个系列咧，都系由水墨画开始嘅。我是用了一個錄像的方式啦，將我畫的所有不足係記錄低佢啦。咁呢度就見到佢實時嗰個狀態啦，畫嘅時候，一筆一筆咁樣去畫啦，就即係等於一種meditation 嘅一種嘅過程。呢個咧就係一個用紙做嘅一個 3D printing 嘅 technology 啦。用咗500多张紙，一層一層咁樣好嘅 high dense 咁樣去 capture 出嚟嘅。編咗大概5至6日左右，將佢再 transform 落去一個 virtual reality 裏邊，我哋實相同埋虛擬點樣可以去融會一齊咧？點樣用科技去幫我哋去重新審視自己咧？其他觸目嘅作品有呢啲。本地代表当然唔少得佢啦。画廊嘅销售额好似唔错，第一日已经有大额成交了。